这火焰倒是有点意思，不过还是不堪一击。 是炼化，不知能否让焚诀净化。哼，萧门主，小心呐！星空火华。 这般形态，这只火皇应该凝聚了他们体内的所有化生火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。萧门主，这星空火皇可比得上你那异火？这便是你们的杀招？哼，那就让萧门主感受下星空火皇的威力吧。 化生火，可真令人有些失望。祭火！去！魔眼谷的手段的确了得，竟能将化生火增强到如此地步。 收火皇，那小子的异火太恐怖，火皇顶不住。收。同样的招式，还想再来一次？你这化生火，在下收定了。收。 多谢三位的馈赠，这般重礼，萧炎便却之不恭了。萧门主的异火的确了得，是我们三个老家伙狂妄了。这化生火你拿着也无用，不如这样，萧门主将它还给我们。 老夫保证立刻退去，再不染指菩提化体弦，如何？方大长老，现在的局面，你们离开与否重要吗？你这个疯子，竟然敢生吞火焰！ 老三，杀了他！二老三，老夫会为你们报仇的。我请出公主，定要这小子血债血偿，要萧门鸡犬不留！你若继续和同伴联手，那我只怕要费一番功夫才行。可惜，你又糊涂了。面对已经沦落为魂殿走狗的韩风，萧炎要代替老师彻底手刃这个叛师之徒。而另一边，阴山老人在围攻之下，无奈抛出菩提化体炎，欲借此寻求逃生机会。 阴差阳错之下，萧炎意外拿到菩提化体炎，却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，争夺的矛头指向了萧炎。为守护萧炎，小医仙和苏谦等同伴纷纷加入了夺取菩提化体炎的大混战，而萧炎也以绝对优势战胜魔眼谷的三位长老。菩提化体炎最后的归属仍是悬念。 这几年，你竟然提升了这么多实力。不过想要击败老夫，还没那么容易。老家伙，要不是我失去了海心刃，想要击杀你易如反掌。方言的气息消失了。 本来以为这个斗宗女子就已经很棘手了，没想到连萧炎的实力也如此强横。可算摆脱那个麻烦的小姑娘了。啊，还真是厉害啊！ 一个四星斗皇竟然能够同时击杀一名半步斗宗，以及2名斗皇巅峰的强者。少宗主，这小子实力虽强，可他刚经历一场大战，正是虚弱时期。我们联手，定能再次击杀他。寒风。 识趣的话，最好别挡路。我的丹药，你给我的药！哼，刚才的不算，有种咱们再来过。紫妍，放心吧，这里交给我。 好，切，还没尝过苦头吗？速速将这小丫头抓住，以她做人质，逼萧炎交出菩提化体弦与破宗丹。这个老家伙交给我。三色异火，寒风，不知道现在的你能吃下我一记佛怒火莲吗？此地不宜久留。 萧炎成功炼制出破宗丹，手握筹码的他对菩提化体前势在必得。黑皇宗拍卖会正式开始，可平静的表面下却风波暗涌。当萧炎以破宗丹夺得头筹，成功拿到菩提化体前后，不料却遭阴山老人当众抢夺，各方势力的混战也随之引爆。 菩提化体弦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抢，你们竟然一个都拦不住，我黑皇宗的颜面都丢尽了。几大势力都已经去追鹰山老人了，我们要不要？哼，我黑皇宗的东西。 不是这么好拿的。禀报宗主，在郊外西北方向发现了鹰山老人的踪迹。哼，给我追！杀了他，就能得到菩提化体弦。大家一起上！上！ 一群杂鱼也想拦住老夫？这阴山老人的实力竟如此强悍。萧炎还没找到吗？找到了，只不过他一招便抹杀了包围他的12位强者。以他斗宗级别的实力，想要抽身而退，想必没几个人能拦得住，又怎会任人包围？ 阴山老贼抢了东西还想跑，想得美！哼！咱们小心一些，走，跟上去看看。嗯。啊！小心，已经有人先到了。 该死的阴山老怪，我们晚了一步。他应该往这个方向跑了。嗯？谁？那边的朋友现身吧。有事。呵呵。 原来是炎霄先生，老夫乃魔岩谷大长老，方言。方言大长老，可有要事？炎霄先生的炼药术，恐怕已经是黑角域第一人。那菩提化体弦本该归炎霄先生所有，却被阴山老贼抢了去，简直是强盗行径。可那老贼实力极强，只怕……怎么？ 只怕，即便有这位斗宗强者为您助阵，也难从阴山老贼手中夺回那菩提化体弦。不过，我魔岩谷愿助炎霄先生一臂之力。不必了。这家伙也太嚣张了。先生，现在怎么办？ 先抢到菩提化体弦再说，至于他，炎霄，听我的便是。是。明知是有来无回，这帮人竟还这么热衷。菩提化体弦这样的宝物，足够吸引他们冒险了。这老贼实力太过强悍，还是先找到我二哥和苏谦大长老吧。嗯、啊！我再不要见苏谦老头，他的花心枣可把我害惨了。有他们相助，到时候对战起来会容易许多。哼！ 警戒！怎么了？几位朋友，老夫是迦南学院的大长老苏谦，还请三位看在老夫的薄面上，将拍卖场上那事接过。大长老，您这话说的有些严重啊！萧炎，三弟。 怎么不认识了？竟是你这小子！白白让我们担心了一场。没办法，此前与魔眼谷发生过冲突，不想被他们认出身份，只好伪装一下了，免得无端引来麻烦。嗯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我朋友，二哥叫他小医仙便好。萧二哥，以他的性子，竟会如此叫人。你这小子，跑去哪儿了？大长老莫怪。 为了突破至斗皇，不得已闭关了一年，这不就耽搁了？你现在是斗皇了，啊，侥幸而已。你这丫头竟然也跟来了！你也突破至斗皇了？都怪你这老头，害我只能一直是这副样子。要不是老夫，你现在可还化不了形呢。死老头！ 说正事要紧。子言，这味琥珀蜜香丸，你恐怕没尝过吧？我尝尝。此次现身，是想请二哥与大长老帮我夺回菩提化体仙。你是萧门门主，萧门听你调遣。属下见过门主。都起来吧。 非得得到那东西不可。嗯，我这位朋友身患恶难毒体，需要那东西救命。啊，难怪如此年轻变成了斗宗强者，原来是恶难毒体。没错，小医仙如今只剩不到2年的时间了。若不想办法控制，等到毒体彻底爆发，只怕又会是一场悲剧。只要能得到菩提化体仙，我就有办法。 帮他彻底控制恶难毒体。嗯，斗气大陆上也曾出现过恶难毒体，但他们都没能摆脱毒体爆发而亡的命运，没有一人能彻底控制。毕竟，实力越强，爆发时就越难控制。大长老放心，只要能凑齐材料。 我就有信心能做到，绝不会让小医仙走到那一步。嗯，好，那便助你一臂之力。嗯，你们先回营地，做好接应准备。是，大长老。哼，人越多越好。嗯。 稍安勿躁，这老东西有些古怪。这麻烦，追！等等，他的气息不对。奇怪，阴山老人的气息正在迅速接近，我们就在这里做好伏击准备。 来了，跟上！哪里走？将菩提化体仙交出来！他的气息不对，没有斗宗强者那般纯粹。阴山老前辈，这不能干嘛？追得这么急，老夫就陪你们玩玩。少爷小心，他的气息不对。分开追。 是你在窥探，竟还敢阻拦！老贼头，到底菩提化以前如此乱窜，不怕引来更多的人吗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身上没有菩提化体鞋。萧炎，这四个人都不是本体。这老家伙本体竟然还藏着，果然狡猾。怎么样？找到了。那老贼还没走多远。 小医仙，紫妍，随我来。嗯。大长老，劳烦你盯着这里，我沿途会留下标记，等着分身消散，就立刻赶过来。就你们三人？现在还不知道阴山老人和他的分身之间究竟有何联系，所以还是谨慎点好。我们三人过去，应该足够了。嘿嘿嘿。啊。 万事小心。嗯。啊，这家伙究竟在耍什么花招？这种家伙，哼，此地不宜久留。 阴山老人呐，阴山老人，果然名不虚传呐，竟然能凝聚多具分身，真是让老夫意外啊！穆天行，他是怎么找回来的？哼，你在菩提化体弦上做了手脚。我黑皇宗屹立黑角域这么多年。 是吃素的不成？哼，这卑鄙的手段不止一次了吧？老怪，你兵行险招，分身被消灭后，本体实力会削弱不少吧？本宗可以不与你动手，识相的将菩提化体弦交出来吧。哼，交给你就能让老夫走？交出化体弦，本宗或许能留你全尸。 哼，莫天行，即便老夫不在巅峰状态，但你要将菩提化体弦夺回去也没那么容易。那便试试看吧。贵客，别藏了。没想到真正的好戏在这边，在下差点就错过了。严萧先生果然心思缜密，竟也追到了这里。哪里哪里，比起莫宗主，我还差得远呢。嗯 严萧先生，那菩提化体弦本就属于你，我与你联手对付那阴山老怪，届时菩提化体弦归你，老夫只取破宗丹，如何？呵呵，严萧，那老东西既然在菩提化体弦上做了手脚，你以为他真会拱手让人？给我走！严萧先生，老夫向你保证，只要拿到破宗丹，我黑黄宗绝对不沾染菩提化体弦。这两个老狐狸都不能信。莫宗主，若真想联手，我魔岩谷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？魔岩谷的人。 这下事情麻烦了。嗯，哼哼，魔岩谷的诸位脚程倒是不慢。在下听闻，魔岩谷的谷主正在避死关，不知道这位又是何方高人？先生是我魔岩谷的贵客，倒是这位严萧先生，哦不，应该称之为萧门主。萧门主。 没错，这位便是萧门门主萧炎，当年在黑角域可是风头无两啊。即便是金银二老，也双双败于其手。萧门主是不是觉得很熟悉？